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非常大的地震，是东日本大地震，摇到真大力，差不多有3分钟的时间，让人强强要站不住。而且因为地震发生了真大的海啸，因为滚高梁扫过，有真多建筑物都冲坏去，还有很多人因此死亡。大地震发生的时阵，为着会当保护你自身的安全，并且冷静的行动，对平常时开始的准备和心态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咱就对现在开始来做准备吧。大地震会让生活发生很大的改变。在东日本大地震的时阵，发生地震了后，马上停电，市区变甲规片乌索索。因为地震的关系，水道水甲家属嘛停啊。而且食的物件、生活上要用的物件拢会无够，有一段时间生活会足无方便。无唔对。等到地震发生了后，就上班了。为着地震发生的时阵卖吹狂，咱即马就来准备食的物件，甲生活上爱用到的物件吧。食的物件甲水，上少爱准备7公分。米甲意大利面，平常时食的物件爱加准备一挂。啊，搁有泡面、甲罐头等等，会当保存较久的物件，做伙放起来放较放心。食的物件平常时就会使摕来食，食去的部分咱搁来去买来补充。需要足济的水，包括饮的水、甲煮饭、做菜爱用的水。若准用塑胶桶仔底，就会使准备足济的水。停电的时阵，有手电仔会较放心。手电仔有真侪种，电池嘛爱准备起来放。停加速的时阵，有较熟的加速炉就较方便。嘛唔通袂急急，爱准备较熟加速炉的加速管。遮的物件、甲水、手电仔等等的物件，爱分开放伫厝内底无同的所在。啊，搁有甲厝内底的人、甲朋友讨论，伫灾难发生的时阵，咱需要啥物？防灾用品放伫背包内底，派出去。两手空空会当活动，使用背包非常的方便。为着知影正确的消息，咱嘛爱准备收音机。家己要吃的药啊，嘛着爱准备。为着预防紧急的避难，有准备衫啊裤会较放心。这所介绍的只是一个例而已，且斟酌想看家己需要的物件，并且把伊准备起来。把准备好的物件放伫玄关，伫避难的时阵会当随时炸出去。为着地震做准备的物件有真多，拢真方便。用锤仔拄的，会当让较悬的家具袂倒落来。用风吹的玻璃纸搭伫玻璃顶，卡使玻璃破去，嘛袂四界乌白喷，会当较放心。啊，搁有斟酌看，睏的所在是毋是会有倒落来的物件？因为地震，厝倒落来，有危险的时阵，就爱去避难所。爱知影恁厝邻甲学校附近的避难所伫啥物所在，为着会当安全逃出去做准备，爱实际行一遍到避难所的路。
请参加你所住的社区的防灾训练。防灾训练会当让你学到要安怎在灾害发生的时阵保护家己的方法，而且也是跟社区的人交流的机会。仙台市有外国住民参与计划和运作的防灾训练。初めて来た時この防災訓練を受けてみて、そこである程度災害が起きたらこのような行動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なということをある程度イメージしていたので、それを実際に災害が起こった時使ったというか、はい、だからこういう防災訓練に参加した方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避難所行ってやっぱり自分は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自分のできることをやりますね。お客様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そうですね、まず日頃の準備はとても大事と思います。お水とか食べ物を日々用意した方が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あと大きな地震が起きた場合、冷静になって日本人の方の動きとかを参考にして避難所に行ったりとか緊急な措置を取りたいなと思います。地震发生的时候，需要跟社区的人合作，互相斗三工。因此，在平常时啊，就要较常跟社区的人交流。这个影像是彰显出仙台地震与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摇的情形。一直摇，一直摇，摇到真大力。摇的程度变较小了后，无多久又搁摇到真大力。大地震发生的时阵，因为摇到真大力，厝内的家具顶顶拢有可能会变落来。感觉地震摇到真大力的时阵，爱避伫较顶方的桌仔下骹，并且手滑桌仔骹滑乌岩。爱先保护你的头壳，并且保护身体的安全。家具倒落来的时阵，内底的物件有时阵嘛会变出来。所以请绝对不能靠近家具。地震停止无咧摇啊了后，爱去看出口是毋是会当出去。地震发生的时阵，若假使你当咧用家属，车车公公去关火是非常危险的。大部分的厝伫大地震发生的时阵，家属拢会自动停止，因为有电脑的控制器会自动关家属。等到地震变较小了后，较去关家属，爱好好啊品看卖，敢有老家属的味。假使有老家属的味，爱随甲窗仔甲门拍开，并且向家属公司联络。はい、もしもし、ガス会社ですか。うちのガスが漏れてるようで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有老家属的时阵，请绝对唔贪点火，甲使用电器开关。啊，搁有地震无咧摇啊了后，爱马上找地震甲海啸的情报。
卡数爱去撇人的时阵，爱甲电源的总开关关掉，并且爱甲卡数的开关关暗了后，卡去撇人。大地震发生的时阵，较悬的建筑物的玻璃窗啊、外墙、铁路、甲空板有可能会落落来；较旧的建筑物的围墙啊，嘛有可能会崩落来。为着要预防堆顶面落落来物件去牵着，请保护你的头壳，而且爱离开建筑物较远的。假使你伫建筑物内底的时阵发生大地震，爱注意对顶面落落来的物件，并向安全的所在行。避难的时阵，千万唔通坐电梯，爱行楼梯去避难。假使你拄啊好伫海边啊附近，爱特别需要注意。因为大地震有可能会引起海啸，滚高浪在很短的时间内底就有可能会扫到陆地，要马上离开海边啊，走去安全的所在。灾害多国语言支援中心，为着在大灾害发生的时阵协助唔满日语的外国人，仙台市成立了灾害多国语言支援中心。当日本大地震的时阵，对三月十一日开始运作了51天。仙台市灾害多国语言支援中心会提供消息，提供的方法有放野、电子报、电台放送等等。提供的语言有中文、韩文、英文，甲简单的日文。而且巡回避难所和留学生的宿舍，提供消息和咨询的服务。熊熊发生的大地震，为着在那个时候会当冷静的行动，对平常时就开始做准备是真重要的。今からしっかりと準備をしましょう。大きな地震が起きるときに、その隣の人が本当は助けてくれたり、で自分も助けてあげたりしますので、もう地震の前からそういう笑顔でのご挨拶、こう近所付き合いを心がけましょう。地震が起こったときは全然慌てないでください。隣の人のと相談しながら行動してください。常に地震の心構えを持って事前に非常時用の持ち出しバッグを準備しておきましょう。地震は怖いですけど、でも準備すればそんな心配しなくても大丈夫です。仙台にどんどん来てください。私は大事だと思うことはやっぱり覚悟することです。日本には地震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にすでに準備しておいて、心の準備しておくということは大事だと思います。地震は怖いものですけど、きっと乗り越えられるように信じてください。みんな助け合って、地震に対するそういう対策をちゃんと